到了这边几十圈，多累吧。军人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仗。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三大队的前身，是1952年被东北军区空军授予英雄中队的光荣集体。战争年代闻战则起，勇当先锋，和平时期锻造尖刀不辱使命。这支英雄的部队始终把捍卫祖国领空视为自己的神圣天职，让进犯之敌有来无回。70余年前入朝作战，70余年后锋芒依旧。历经70余年风雨征程的英雄中队依然朝气蓬勃，把前辈的战斗精神刻在骨子里。面对未来战场，他们就有了胜利的底气。这些诞生于战火之中的影像，见证着英雄中队的诞生，更见证着人民空军的成长。1950年，面对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危急局面，中共中央作出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当志愿军抵达朝鲜后，一个残酷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公路不敢走，白天不敢走，后勤补给供应不上，攻克的山头还要撤，攻下来的城市还要弃守，主要还就是因为没有空军嘛，没有掩护，敌人的炮火强烈。1950年10月15日，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笃定地向亲临威克岛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中国目前没有空军。显然，这个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消息是有些滞后了，因为人民空军已经成立快一年了。但是，论兵力储备和飞行员的实战经验，双方的力量对比简直太悬殊了。当时，联合国军投入到朝鲜战场上的作战飞机约1200架，飞行员大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喷气式飞机上的飞行时间均在数百小时以上。而此时组建尚不满一年的人民空军，作战部队仅有两个歼击师、两个轰炸师和一个强击师。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飞行时间不足20小时的年轻飞行员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开始空战科目的训练，似乎并不具备实战能力。连那个苏联专家都不敢相信，正经的飞员上全部送死的。刘帅说：“我们等不及了，战争就是要在这边打边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终于，1950年12月。朝鲜战场的天空中出现了人民空军的身影。当然，骄傲的美国人起初并没有把这个突然出现的对手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论作战经验，年轻的人民空军还只是一批练飞的雏鸟，根本不值一提。然而，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正是这些练飞的雏鸟却向他们迎面冲来。1951年1月21日，在和美国空军的首次较量中，空四师大队长李翰首创战功，击伤敌 F-84 飞机一架。8天后，愈战愈勇的李翰再次击落击伤敌 F-84 飞机各一架，用事实打破了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极大鼓舞着其他参战部队的士气，
甲机升空，消灭敌人，成为所有空军飞行员的热切愿望。刘亚楼参加会议，他介绍完经验，他讲话，讲话是自证明，自证你刘一梯，啊，你穆德康，你黄海，你这李虎，你这几个人，你们几个人，你们能不能像李汉一样啊？能不能打下飞机来？当时我们不说话，不敢说话，那大会上怎么说？后来开完会了，在一块儿吃饭了，喝酒。喝两杯酒，这些壮胆，酒能壮胆呢。我刘司令，李汉能打下飞机了，我们也能打，只要叫我们上，我们就能上，就能打下飞机了。1951年深秋，志愿军空军第3师接替第4师入朝作战，抗美援朝的空中战场战斗愈发激烈。11月4日。空3师7团奉命升空迎战，时任7团3大队副大队长的赵宝同就在其中。这是23岁的赵宝同第一次参加空战。那时候我们发现那几群大概是40多架吧，但是呢，我这个因为冲的过猛，冲到下边去也没办法开火，没办法开炮。敌人自己也冲乱了，队形也散了。所以避免受敌人的这个袭击呀，我又赶快拉起来了，拉起来了，重新站位。趁着敌人还在乱的时候啊，我又第二次冲下去开火了，对着好几个飞机打，而且呢，这个炮弹打的差不多打光了都。最后叛徒得的结果是击落了2架。也是我们师里边第一次击落敌机。这片天空也逐渐变成了孕育中国空军英雄的地方。10月10号那一天，过了清泉江，在云上边看见一大片小黑点，我就报告，我说我发现小狗。刘一梯是大的到什么程度？对敌机开炮时。不能低于600公尺，不能低，一定开。刘一梯400公尺开，进去就开。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上去了。上去就对着一个黑飞机就当的一炮，一炮去一打它上云里去，在云里头我还开着炮呀，哒哒开着炮呀，赶快躲又找一个，要这一炮，啪，轰一下着火，一个翅膀也掉了，那弹片都眼前爆炸，都六十。那个叫苏林教官感到很惊讶，太勇敢，太勇敢，他太勇敢了，就是你再不打就撞上了。一架架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空自由轰炸扫射的美军飞机，在年轻的人民空军的炮管前变成一股股黑烟跌落下去。时任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甚至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从此，美国空军开始把人民空军视为真正的对手。为什么能够把个联合国空军那么强大的空军，我们可以战胜它呢？因为我们是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的空军呐，都是勇敢不怕死的人，都在战场上都拼过刺刀的人，所以说呀，上去以后在空中也拼刺刀去了，那打不下来也要撞他一下子。凭借着空中拼刺刀的精神，赵宝同和他所率领的第7飞行中队密切协同，一往无前。战斗英雄赵宝同在大空战中一举击落2架敌 F-86 战斗机，成为全师击落美军不可战胜的佩刀战斗机第一人。战斗英雄范万章单机插入敌机编队，被击中后驾驶燃烧的战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一等功臣杨文聪、二等功臣严忠祥、二等功臣周金生在空战中也是捷报频传。
第七飞行中队以全员都有击落敌机的成绩扬名战场。在一次次冲锋陷阵、殊死搏杀中，中国的飞行员们在朝鲜战场上空杀出一条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米格走廊。1952年3月20日，赵宝同所带领的第七飞行中队被东北军区空军授予英雄中队荣誉称号。这是人民空军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向一个飞行集体授予称号。1952年11月21日，赵宝同再一次奉命战斗起飞。对敌人也越来越滑头，过去都是鼻高，他现在他利用云层，他在云层里边飞，有力他就出来打，没力他就躲进去。所以最后一次呢，就是我跟踪的这个地面 F86，他就在云层里边飞，他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进去，一会儿露出来进去。但是我知道他的飞行方向，知道他大概的位置，我就在上面等着他，你露出来我就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赵宝同共击落敌机7架，击伤2架，创造志愿军空军个人击落敌机最高纪录。这载入史册的九星战绩，既是对敌人的永恒威慑，也是对战友的最大鼓励，更是英雄中队永远的荣光。在2度入朝作战中，英雄中队共击落击伤敌机16架，创全师中队最好成绩。检查到程序，好的。空转开始，空转开始。你往北飞，掩护从南边过来了，我记住了啊。军事理论家杜黑曾经说过，胜利总是向那些能够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动的时代，谁敢走新路，谁就能获得新战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在2020年度空军金头盔对抗竞赛中，这个英雄中队所在的旅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勇夺团体第一。一分钟。明白，收到我掩护。首次参赛就见证英雄中队续写辉煌。回忆在赛场上的收获，年轻的何义林更加明确了今后拼搏的方向。打掉他们了。未来作战方向肯定是朝着多元化、多兵种、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方向，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去进行训练和对抗。随着装备的不断升级换代，新时代空天战场给空中拼刺刀精神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我们理解，特别作为我理解来讲，它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更主要还有一定智慧层面在里面。尤其在现代空战当中，这种精神不能丢，但是更主要的要融入智慧里面去。有了智慧以后，才能去研究战法、创新战法，才能去研究对手、钻研对手，才能把强敌把它研究透。天空是更加高远广袤的战场，空防历来是提升一个主权国家防卫能力的重要保障。进入新时代，基于之前多次改装新机的成功经历，2015年末，英雄中队所在单位再次成为改装某新型战机的汤路者。该型新机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战斗机，火力猛，适应性强，
既可完成制空作战任务，又能实施对地对海打击，能够全天候、远距离、多领域执行多种任务，其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在当时国产歼击机中都处于领先地位，首家改装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新机改装不仅对飞行员来说是巨大挑战，对于机务官兵而言更是摸着石头过河。从二代到新型战机是一个质的飞跃，光数据参数就是成几何倍数的增加，往往你要弄清楚一个问题时会延伸出很多的问题。熟练掌握七门全新的专业课程，过百幅新机型部件构造图，数百万字的技术资料，是改装该型新机的必经之路，更是新一代英雄传人迎难而上、利剑长空的生动写照。当年在朝野战场的时候，我们接收飞机的时候也不清楚，也不熟悉，一下子就进入战场，那也是倒逼着我们去研究、去熟悉。英雄中队的战旗就是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打出来的、拼出来的。那么到了新时代，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我们飞上了这么好的武器装备，更需要我们去拼搏。只有这种拼搏，才会激发大家的这种精气神。凭借这份一往无前的精神，英雄中队全员上下勇当开路先锋，仅用14天就圆满实现新机首飞。新机正式列装后，全体飞行员坚持边学习边实践，边研究边总结，摸索出新机标准化组训流程，编写飞行训练提纲，成为该型新机组训的基本依据。提起空军航空兵，很多人会简单的以为就是飞行员，其实机务、场务、汽车、四战、气象、导航等等都属于空军航空兵的范畴，他们都是英雄中队的一员。尽管不直接驾驶战机，但是他们的工作都直接关系着战机的飞行安全。飞行管制员马文俊入伍15年，曾经他也是在众人瞩目中翱翔天际之间的一员。15年我是因为身体原因停飞了，当时我更多的是对以后的目标有一丝迷茫，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会飞下去。我停飞之后，我毅然选择了离飞行最近的飞行管制员。我觉得不管是从事飞行还是保障飞行，都是为这个团队做贡献。作为一个英雄团队的传承者，有了赵宝同、刘玉堤这样的英雄在前面，有了咱们这边优秀的团队在后面，我能在这个团队为他们保障飞行尽一份自己的努力而感到自豪。战斗机飞行员严苛的选拔标准，注定了绝大多数人将无缘实现驾驶战鹰飞上天空的梦想。在航空兵系统内，马文俊的经历绝不是个例。胜利表现在空中，胜利保障在地面。
他们用另一种脚踏实地的方式诠释着心中对祖国蓝天的热爱。今天90后飞行员汪旭升将完成后舱改前舱客务训练，驾驶新型战机开启新征程。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这个飞机对于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名词而已，觉得它很神秘。领导说我们要改这款机型，当时的那种激动确实是很难表达。除了初见真机的欣喜，还有一段经历让这位英雄中队新一代传人同样记忆犹新。等我真正对他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之后，更多的感觉就是能力恐慌。因为作战这是一个太广泛的一门学科了，它涉及的面太广了，它不仅仅就是我们就简单的把自己的飞机给飞好就可以了。7.5米左右，我们一些动作，包括我们平时练的一些套路、一些战法，这都是需要我们去花费很多人力跟精力去研究、去定量分析，才能得出一点点的这种创新来。但是这一点点的创新，可能就是我们在战场上可以制胜的法宝。换装新型战机的背后，是英雄中队全体成员为拓展装备性能边界而坚持不懈的付出。近年来，他们出色完成空军金头盔对抗比武、红箭演习等系列任务，战斗力水平持续提升，完成了对新机从驾驶到驾驭的质变。朝着打造一流过硬最强空中利刃的目标愿景而奋勇高飞。从米格15到歼7再到新型战机，从国外进口到自主研发，英雄中队经历的机型变化也正是人民空军发展史的缩影。70多年来，人民空军从蹒跚起步到展翅翱翔，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在捍卫人民政权、保卫祖国领空、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取得骄人战绩，建立了不朽功勋。2020年，英雄中队整建制异地驻训。作为英雄传人，身处一线前沿，守卫祖国的领空，也被赋予了更加切实的意义。军人如果没有赴死的这种信念和勇气，那么无法在战场上去跟真正的对手较量。闻战则喜是这么多年我们骨子里边最愿意听到的4个字。我有强大的祖国在做后盾，我有强大的体系在我后面的支撑，所以我敢于走出去，我也能走出去。到一线来执行这种任务，这本身就是我们军人飞行员的职责所在。
保卫我们祖国的蓝天，这永远都是。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到了空中，只要一声令下，那就是干。战斗英雄赵宝彤同志曾经说过，飞行事业本身就是一项光荣的英雄事业。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保卫祖国神圣领空则更加光荣。没有强大的人民空军，就无法守护和平的天空。今天我们身处战斗一线，则更应该敢字当头，利剑长空。我宣誓，英勇无畏，英勇无畏，先锋无敌，先锋无敌，利刃出击，利刃出击，谁与争锋，谁与争锋。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中，来自东部战区空军的英雄中队是全场唯一一支从地面到空中同时受阅的部队，接受人们的注视和仰望。地面英雄中队战旗在猛士敞篷越野汽车上猎猎飘扬，空中由新时代英雄中队船人驾驶的5架国产新型战机米秒不差歇队飞过天安门上空，彰显着人民空军的硬实力。70余年间，人民空军从羽翼未丰到鲲鹏展翅，挥动着壮志凌云的翅膀，始终守卫着祖国空天和平安全。